Hello，大家早，今天是10月23号，原本的行程是应该直到今天呢，结束才会返回的，但因为昨天呢仪式实在是有点大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呢，直接返回山上。那昨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10点半左右，那顺利的返航以后，早上就有点是在这边打混过日子，因为早上雨还蛮大的，所以就没有下去。那现在呢，看到很多红嘴黑飞已经出来玩了，也就是宣告呢，天气即将转换，啊，我也出来寻觅一下，这几天不在家以后，鸡仔们是不是有好好给我下蛋？那我们顺便来去巡视一下整个农场的状况。OK， 我们出发来去检视咯。还好这几天刚刚好又碰到有下雨，所以因为没有太阳，所以鸟呢长得并不如预期的好。但是呢，这边的这个所谓丑豆跟豌豆的部分，这些长得倒还不错，尤其是丑豆的部分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到田里面，新长定植的丑豆是不是长得也是如此的好？那这边当然看起来草莓呢，因为有水，所以整体上来讲也都还不错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直接往下走来去欣赏一下我们其他的农作物咯。这边是我们那天的豌豆，本身来讲呢应该还不错，因为它是用溢流水，那这个溢流水呢现在还蛮大的。那等一下我来去做一些我原本想做的那种溢流排放的东西，等一下下午有空做一做，然后我们把它来这边摆设一下。这边是洛神区，那看洛神都已经倒了，那可能明天呢天气听说就会转好，那天气转好当然就是要把洛神都采收了，因为我怕它。如果照这样的方式再淋个2-3天，可能就不是很好。我回家跟女主商量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来跟她收成一下。那上面是木瓜，还好，风还没有那么大，大到把它吹垮了，所以木瓜也都还好。那丝瓜的部分，应该已经也是要告一个段落了，因为看起来长势并不好，但是上面那两个又长得特别的肥美，看起来好像还真的可行的样子，那这个可能还要再看看吧。那最少它反正它长大了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，看看它有没有办法长得真的很大很大再说了。那我们今天的丝瓜区跟洛神就先拍摄到这里，那下午看看如果晚一点天气好的，我们就准备把这个倒卧的洛神呢给收拾起来咯。这是我们的第三区的菜谱，那一进门的这个丑豆呢没有种的部分呢，长得还算不错，那前面的苋菜也有显著的长高，那在前面一点呢是我们的茼蒿，也不错。这边最让我欣慰的当然就是萝卜，萝卜树苗以后重种的部分，既然还可以活，本来我都对它不抱任何希望，但是后面树苗的萝卜长得倒还不错，所以今年看起来是有白翼萝卜可以吃的样子。那前面的这些丑豆呢，已经陆陆续续的长大了叶子，那可能明天呢
就应该做个支架来做第一次的固定，准备让它上爬。那再过来的这一边呢，是我种的所谓的青江菜直播的部分，那也都是发芽了，所以这一次真的是还蛮成功的。那再过来这边呢是辣椒，辣椒也不错，都有顺利的长大，还算蛮幸运的。那北葱的部分呢，这倒是我很高兴的事情，它长得还真的是不错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应该也是明天吧，我们开始对北葱呢，可能要做一个架子，来增加葱白的部分。OK，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菜谱的情形。那我们现在接着下来看其他的咯。这是我第一个菜谱，一开始进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香菜，跟所谓盐叶窝都长得还不错。那后面是盐叶窝定植的部分，也还好。然后后面是辣椒跟青椒，到处搜索。那接着下来的这一边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我的青江菜，青江菜我是觉得这次长得还算不错，那可以找妈妈来做疏苗的动作，让它大着很大。那后面这边呢，我们看到是辣椒，辣椒也还不错，等一下还要先把它收成一下。那再接下来这边呢，是我们的青江菜第二批，那也是定植后，出门前才定植的，整体上，长得也还算 OK。那接下来前面的是香菜，也还好，没有被大雨给击溃。那再过来这边是韭菜，也还好。前面呢是水果玉米，这是唯一的一颗。再过来这边，是我们的番茄，也都还好。然后这整体上来讲，这一次出门旅游呢，感觉上整体上还不错。那等一下我来把辣椒给采收一收。OK，我们今天的菜谱呢，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看其他的喽。